收看起来论坛，我是李星云。今天可以关心到期现货是双双大涨，量价齐扬。那投资人很好奇，就是后续到底指数会如何发展？我们就请专家告诉我们。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是巨阳投顾郑玉双分析师钟建安，建安好。好，星云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。今天碰上了是台指期结算，期现货都是双双的量价齐扬。那投资人很好奇，就是目前现在已经是看到了整个大盘止跌回稳的迹象吗？还是认为说这个后续要在乐观当中审慎的要保守呢？好的，是的，就是乐观当中审慎的保守，就是人家所说的强中带弱，弱中带强哦，就是等于讲都没讲一样。好啦，姜老师跟你讲哈，面对这个行情，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。姜老师跟你讲，更改熊定熊定摇哈，更改每一天的话，姜老师会给你结论，结论之后再告诉大家为什么。这个比较重要哈，所以每天面对行情的话，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喽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大电视，更改到底行了哈。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讲说，脱离地心引力之前，请你区间震荡整理。好，那脱离地心引力之前的那个地心引力是什么呢？就是摩台指的换仓成本跟台指期的换仓成本，连续一天、两天、三天都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台指期已经结算完了，建安老师按你的看法有没有改变？有的。我告诉你好不好，地心引力不见了。什么叫地心引力不见啊？给省料啊，就是结算法人的成本已经结算完了，当然就会有一个新的成本嘛。那新的成本在哪边你知道吗？先不告诉大家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。但是我先给大家结论，还是一个什么意思？区间震荡整理，换月再震，继续震，真的是很无聊的盘子，继续震下去。所以区间震荡会震在哪边呢？姜老师跟你规划了哦，我认为盘势的话有可能会在8800点到9100点附近去做区间震荡整理。你知道在这边晃了几天吗？我算给大家听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16天，就16天。这16天喊多喊空喊盘整喊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盘就是卡在这个地方，出也出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就这样。所以盘是讲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下课。好、哦，这么快啊？那么就下课，没有来开玩笑，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区间震荡整理盘，先给大家结论，然后呢再告诉大家怎么操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告诉大家为什么来。如果行情是9100点到8800点，这300点做区间震荡，那建安老师，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改变看法？很简单，带量突破9100，带量跌破8800，就这么简单。没有带量突破9100，没有带量跌破8800之前，就是仍然区间震荡整理，就是区间震荡整理。很多人都跟你讲选举有行情，没有人规定选举一定要有行情啊。今年真的每一年的盘势就不一样嘛，所以拿统计资料告诉你说，哎，几月一定会涨，几年又会涨，没有人规定一定会是这个样子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行情的话，我认为就是9100点到8800点附近去做震荡，就这么简单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所以给大家结论之后，来，这时候来要告诉大家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姜老师知道，哦，对，还没有讲一个更简单的一个结论，对不对？区间震荡，所以姜老师给这个给一个 title 一个表情，不是表情啊，给一个标题、啊。语无伦次了你，你怎么办？又开始肚子饿了，肚子饿的时候不能喝咖啡，不然会语无伦次啊。所以给大家结论哦，区间震荡整理盘来了，我下一个标题啦，就是这个啦，饥饿行情啦，真正是安尼啦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的行情，真正是安尼，300点每当混16天，混了16天，还是脱离不了这300点的区间，有够无聊的行情，对不对？有关单位，我还是要呼吁一下，春瓜、猪娘、阿瓜、猪予取予求，没有气，没有热东西在用的吼，啊，散户有没有？赔了一大批，也赔了一屁股。你认为那个什么进场的人会越来越多吗？不会的，量出不来哈。所以不是5支箭、8支箭，你设了100支箭也是一样，钱都被外资赚走了，谁还愿意进来啊？所以我们有关单位哦，真的用头脑想一下啦，到底要怎么办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饥饿行情哦，哈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啦，哈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哈。好，那这时候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假设告诉你说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，那你要告诉我为什么？五香蜜，五香蜜，你要赶快讲嘛。所以姜老师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12月份合约多空双方换仓的成本往底加。那我们看看大电视哈，换在这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姜老师已经出估出来了哈，真的很接近。什么叫很接近？不告诉你，等一下再告诉你哈。12月份合约的多空双方换仓的成本就在这边，这就是法人的一个成本。另外的，姜老师看到一个数字，就是这个数字。决绝筹码多空加仓的点位打在89x9，很厉害了吧？只剩下一个数字，你后边也应该也跌对吧？89x9到底打在哪边？来，姜老师跟你讲，这是12月份的
十二月份的最新多空交叉的点位。等一下，今天老师先预告一下，准备你的纸跟笔，不是打电话，好不好？今天老师会第二趴的时候告诉你哦，关盘重点的时候，今天老师会告诉你绝学筹码多空交叉的点位到底打在哪边哦。第二阶段的时候，请你记得最后五秒钟、十秒钟的时候，今天老师会告诉你哦。所以你也不要看到啊，我都无法度啊哈。所以八九叉九到底打在哪边，第二阶段再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这时候要解决大家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今天老师，那为什么是激烈行情？你要告诉我为什么啊？好，今天老师告诉你好不好？真的是激烈行情，不是今天老师故意把这个盘势控成这样，我不是。控盘手，我只是告诉你说，就线论线，就盘势论盘势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三张图，左边是金融期，右上方是电子期，右下方是台当月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金融期、电子期、台子期全部都黄 K 棒，所以这不是激烈行情啊，不然什么是激烈行情？没有行情呢、啊，也没有多，也没有空，也没有多，也没有空，也没有多，也没有空，三种指数全部卡在这个地方。你叫我喊多，我哪喊得出来？你叫我喊空，我哪喊得出来？我真的喊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没有方向啊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吧？运用 K 棒的颜色就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行情到底是怎么走吗？真的是激烈行情。另外的，如果假设你没有工具的，今天老师告诉你一个行情的看法，很简单，今天老师肯胜的还是这样哈。你以为今天有量出来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那是为了做结算的动作。不信的话，我们看明天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上柜指数，昨天这一根黑 K 棒中间有没有收复？没有，这是上柜指数，连昨天的一半都没收复。今天大盘涨快100多点呢，那为什么没有连中间都没有收复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想一下，表示什么？大咖的还是不愿意进来嘛？所以上柜指数就是一些小型股嘛。大咖都不愿意去拉股票，然后拉台积电、拉大力光，大家好开心哦！你真的股票有赚到钱吗？不要骗我了，根本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一个，我们再从大盘的周 K D 来看，还是仍然要去尊重一下大盘的周 K D， 仍然是黄金交叉。所以你看，从技术指标告诉我什么？就长线来讲还是向上，但是就上柜指数来讲又有可胜。然后再从 K 棒的颜色来讲，金融期、电子期、台当月全部都横在这个地方，黄 K 棒。无方向啊，无方向要安怎啊？当然就是激烈行情了嘛。那当然，姜老师也帮你规划好了哦，9100到8800这300点去做区间震荡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两个数字，一个是法人换仓成本，第二个数字就是多空交叉的点位。我认为这个实际的操作逻辑会比较有帮助哦。啊，不然的话跟你讲行情怎么看到最后立马我们家不要让它走啊。好，来看哈。所以第一阶段姜老师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大盘的看法。对。好，分享完了大盘的看法，我们也要来关心的则是在今天啊，整个期现货双双大涨的过程当中，外资到底买了多少？好的，猜猜看，我跟你讲嘛，这个行情是那个什么，为了做结算的。昨天 Hello Kitty 躲在哪里？散户多空的力道70几%躲在那边，所以用你的卡塔乌行李站在上面买，给你答案好不好？答案揭晓，外资买了132亿。有厉害吧？真的有厉害哈！外资真的很厉害，真的买了132亿，自营商买了14亿，三大法人总共买了148亿。说谁买的？外资买了，答案揭晓了，开心对不对？所以目前看起来外资还是不离不弃哦。这个行情大家认为没有行情，因为区间震荡整理，但是谁买的最用力？还是外资买的最用力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突破区间，所以我们就看外资在突破区间之前还会不会继续的做买超的动作。如果会的话，这个行情就来了；如果不会的话，还是区间震荡哈。就以筹码来讲，大买超当然就偏多思考了哈。好，那期现货的部分有没有做同向的动作？答案揭晓哦，真的有哦，还不赖啊，还不赖，对，偏多操作8000多。所以净多单7400，那自营商偏多操作538，净空单留有1900多，所以一开仓的话就是净多单，然后净多单，所以三大法人的部分在期货的部分我们就稍微中性偏多，还不错哦，所以两个数字就好像偏多思考了，感觉好像在家族马力要冲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冲出去好不好？方向赶快做出来，不要再跟在这里了，真的有够难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选择权的部分，答案揭晓，外资偏多操作了7400，所以净空单只剩下4700啊！一开仓的话，那个选择权就没有布有空单了哈。来，那自营商偏多操作60000口，净多单9500多，所以选择权的部分没有太大的方向哈，可以看得出来净空单跟净多单加一加减减的话剩一点点而已，所以这个时候照中性看待就可以了哈，还没有到60000口嘛，所以中性，所以现货买仓偏多。期货中性偏多，选择权中性，好，所以可以看出来，有点中性偏多的感觉，好，那选择权的部分呢？答案揭晓，
1.04， 昨天是 0.99， 今天一开仓是 1.04， 所以这个中性看待就可以了，除非它大于 1.1， 如果大于 1.1 的话，今天老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，会改成中性偏多，但是就以这个数字就是 1.04 是中性看待。好，重新看待散户多空的力道啦，昨天散户多空的力道来到了70几，所以很明显的是 Hello Kitty 躲在里面，或者是谁躲在里面，就这样。来，散户多空的力道正 18%，所以我们这个数字稍微中性偏空来看待，散户还是在做空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感觉，所以我们就稍微中性偏空来看待。这个数字越来越没有参考价值了，所以大概看一看瞄过去就好了，除非真的就有参考价值的时候，今天老师再跟大家分享一些今天老师看到的一个数字。好，那这个所有筹码都看过一遍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八大光谷行库的部分了，八大光谷行库部分站在买超，买超了 10.8 亿，昨天的部分还不错，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，整个筹码看起来是有点中性偏多了。好，那希望它能够继续的中性偏多下去，不要盯在这个地方。其实操作期货最难操作的是它没有方向，如果有方向的话就很好操作，所以重点是在方向出来，方向做出来就好了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还是要看 K 棒颜色了。 K 棒颜色还是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判断多空，数字交易的前提就是下一根 K 棒怎么走没有人知道，这句话真的要每天念三遍，真的是这样。然后一定要懂得去追惯性，惯性是最重要的。惯性到底要怎么追呢？运用颜色管理的概念，红绿灯就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。看到红 K 棒就请你做多，看到蓝 K 棒就请你做空，看到黄 K 棒它就在盘整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大盘的 K 棒颜色到底是长成怎么样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大盘的 K 棒颜色，来，大盘 K 棒还是属于黄色的 K 棒，所以大盘的方向还是属于区间震荡整理盘，目前还没有转弯。如果转弯的话，它又能够带量突破9100点的话，建安老师告诉你就有可能会启动了，就看今天的筹码也知道有机会去做启动的动作。问题可不可以看得到我不知道，不要去猜，一样顺势而为就可以了。所以第二阶段建安老师就把大盘日线级的 K 棒做加带，对，大盘还在整理，但是在个别股的部分呢，现在强弱差异很大哦。对，没有错。如果假设你真的要做多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就去买那个全职类股就可以。怎么说？2330的台积电，目睭 K K 要卖了，好红哦。对啊，一路红，对。但是问题，我如果接到台积电的话，我们的收视率应该是往下掉吧？这是什么股票啊？谁会去买台积电？根本就没有人去买台积电，对不对？所以建老师要认真解盘给你听哦。股票的部分强弱真的很明显，所以请你记得运用 K 棒的颜色来帮助你判断多空，好不好？运用 K 棒的颜色，该多就请你做多，该空就请你做空哦。怎么说？我讲几档例子。2499的东贝，我认为它的多方趋势还没有结束哦，好不好？2499的东贝哦，但是你不要买错了哦，你买到3061就不行了哦。为什么？虽然都是同样 LED 族群的，强弱分明哦，不要乱压哦。2499的东贝是 OK 的哦。好。那另外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认为就以现阶段建安老师所做功课所选出来的股票，我认为弱势股真的比较多。不是我不跟你介绍强势股，是因为盘面告诉我弱势股较侪，真正是弱势股较侪，所以你要特别小心。前阵子跟你讲一档股票叫2384的盛华，已经确定不能玩了。另外有一档股票2388的卫盛，请你记得不要每一次去接那个够便宜的股票，好不好？所以建安老师就不解那个东西，我只是提醒你一下而已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？有啊，太阳能族群有没有？真的很弱哦，有的族群都是整个族群在往上，跟整个族群往下。所以如果假设族群往下了，请你记得不要去乱压。3514的玉金，你搞我讲，安尼那 OK， 完全不 OK， 对不对？沿路下来都是蓝的跟黄的，没有出现红 K 棒，所以千万记得不要想要去接多单。6244的帽底不也是这样吗？也是蓝色的 K 棒哈。而且简老师告诉你，我不喜欢跟你解基本面，不过12月份的话，不要忘记了，双反会确定哦哈。太阳能的部分双反会确定哈。好，另外之前跟大家分享了6269的台骏，来有弹起来吗？没有，还是蓝色的 K 棒哦，所以请你记得2409的啊，对不起，2049哈，2049的上影是不是还是空方趋势？即使跑到这个点点涨了很多很多，我也告诉你，它还是空方趋势。什么时候会改变 K 棒变颜色？K 棒还没有变颜色之前，它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往下的机会稍微大一点点哈。好，2744的可成好公司一样还是蓝 K 棒哈。好公司不代表你要从它身上赚到钱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不会涨，它不会涨，你压它干嘛？那刚刚不是有跟你讲一档好公司吗？2330台积电啊，你要压你就压它吧，红 K 棒哈。但是你可能会觉得
买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反正我们在做股票的，记得把握一个原则，红 K 棒就请你做多，蓝 K 棒就请你做空，就这么简单，要了解齁。好，那另外的还是要回过头来盘面的一个部分齁，股票跟大家介绍完之后呢，面对行情，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这些数字，这些数字你一定要知道，今天已经结算完了，明天就有一个换仓成本会算出来，12月份合约到底法人换在哪边，你一定要知道。江老师告诉你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很简单的方法嘛，就是成为江老师的学员嘛，对不对？跟我们的学员一样，明天早上8:30之前，你就知道法人换在哪边。这个数字，如果你不知道它在哪边的话，请问一下，你做多跟做空的依据到底是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凭感觉，尴尬是这样吗？不能这样子哈，所以法人成本你一定要知道哈，所以请你记得到底要怎么样成为我们的那个学员了哈。好，第二阶段会跟大家分享绝学筹码多空加站的点位，打在89-9，这个数字也很重要。每一天你在做当冲的过程当中，我认为多空加站的点位对你在操作真的很有帮助。所以啦，想不想知道法人换仓成本？请你记得好好想一下，成为江老师的学员，你就知道这些数字到底在哪边。所以啦，想不想成为学员，你决定，不是江老师决定呢。等一下广告的时间，好好想一下江老师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。对，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广告之后带您看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当冲，马上回来。走出虚拟世界，用真实生活收藏更多精彩。福特 EcoSport 带你体验最真的美好。福特安心购全车系标配 ESP， 限时好礼四重送，错过不再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，没有人知道。盘势应对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以退为进，重新开始。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，2506-6808。出个性，浮空快斩，爽快连击，超闪手游，暗黑创世神。我们打拼一生，祈求平安和运吧。有时乌云，有时雨，云过雨停日出头。做人老照天理，天公伯也都会照价值。免惊中国农产品，也是乌心的食品。马政府人替咱讲。就交予咱来顾，嘉义县彰化县云林县李金勇，嘉义市楚醒哲，守护台湾牛车，云林嘉义顾好掉，子孙的未来就顾会掉。暗黑创世神，加入粉丝团活动，抽 iPad Air。喂，阿嬷。爸妈妈等来投票，一票一千。今年云林选举，伊嘛有买票了。伊甲我讲，卖互伊买去的。这种钱，伊也是会退转去的。这种人，唔通互伊当选。啊，我即卖有咧打工赚钱，这两千，我互阿公阿妈。京都的味道，像现磨的茶香，创新茶香。嗯。微喜御茶园，我菜京都风绿茶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，没有人知道。盘势应对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以退为进，重新开始。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，2506-6808。欢迎回来，接下来看怎么用正确的方法当冲。好的，江老师教大家怎么做当冲。我们先解决一件事情哦。如果假设你今天没有方法，江老师把今天的日内走势图打出来给大家看。来，你告诉我今天的高低价差总共多少？110几点，快要120几点。如果假设你做错的话，来，你告诉我你今天是不是又赔了110到160，很严重，对不对？完蛋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昨天你也赔那么多啊，今天也赔那么多，同样的盘势哦。今天这么说好了，昨天是开高走低，今天一样开高，你认为会走低吗？啊，开高走低之后，你给它空下去，哇，又可以，来不及了。每一天的行情都不一样，
不要去猜，你以为开高就是要逢高空，或者是你以为开高就要追高杀低的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了解吗？每一天的盘势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再看一次哦。如果方法不对，你今天少说赔110到160。好啦，江老师，那到底要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运用正确的方法，你就知道怎么做。怎么说？还是一样，面对这个行情的话，你一定要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准则。什么自己的准则？江老师念过一遍哈，这个准则实在太重要了哈。如果假设每一天的话，一定要抓节奏嘛，节奏就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是盘整还是顺势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江老师教大家的是一定要去辨别顺势跟盘整嘛。如果是盘整盘，请你用15分钟的 K 棒，逢高去 K 它，逢低去做多它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如果今天是顺势盘呢，请你用3分钟跟10分钟的 K 棒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15分钟的 K 棒到底长什么样，你一定会很好奇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告诉你哈，江老师跟你讲啊，运用工具真的还不错用。为什么？最起码你看错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，你会可以拼回来。怎么说？来，这是台子期的15分钟 K 棒。来，你告诉我什么？开盘在这个地方，收盘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先解决后半段好不好？后半段是不是盘整盘？所以8939你做多的拉到8953，这样是不是小赚14点的价差？认同吗？哦，这个 OK 了吗？这一段就 OK 了。好，那前半段的盘整呢？哎，感觉不优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889是我要逢高空的，结果一瞬间掉下来之后呢，一瞬间就拉起来，没关系，拉起来的话，你就在8935由空翻多嘛，就由空翻多嘛。为什么？工具告诉你啊，这个地方不能再看空啦，所以你由空翻多8935哦。好，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变成顺势盘了？那我们来看一下顺势盘又是长怎么样呢？来，答案揭晓。8935做多的，请问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好，这是台指期的十分钟 K 棒，好，拿到这里8969把它平仓，请问一下，这样是不是有35点的价差？后半段14点的价差，这一段有35点的价差，即使前半段赔钱又如何？请问一下，这样子不就是安全下庄吗？安全下庄啊，小赚，安全下庄，扣掉手续费，好了，不赚不赔 ，OK 吧？可以吧？但是如果假设你的方法不对的，你告诉我，你认为一天要赔110点到160点哪个比较好？应该是安全下庄比较好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为什么你的方法会是错误？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看错的时候你应该在哪里停损，或是在哪里翻多。答案是这个东西。所以江老师给你看一张图好不好？这是台子期的15分钟的 K 棒的对照图。当你看到这个对照图之后，你就知道该多该空全部写在盘面上。我们把昨天跟今天的盘势 review 过一遍，来，你告诉我，昨天是不是请你记得逢高空？空下来之后是不是变空方趋势？没有错吧？那你今天呢？好啦，今天再让一样逢高空，逢高空完之后呢，工具会告诉你不能再这么看的哦。这时候你再翻多上去，请问一下，这样是 O 不 OK？ OK 吧？但是左边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啊，江老师我知啦，啊，这是上悬个放空，好，啊，这价格个报得来，啊，上悬这个放空啊，这个报得来，我知道。说完盘呢，我也会画这个图，我只要画四个箭头，我就今天可以赚200点。问你这样是在骗你啊？这样了解哈？运用正确的方法，真的可以面对这样的行情。不信的话，我们要一根一根 K 棒给它播放。昨天我们看一下，昨天这个时候是不是告诉你要逢高空？没有错吧？一步一步前进哦。你有没有发现逢高空完之后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往下掉？有，对不对？昨天的行情是不是走到这边？好，那今天走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一开盘你告诉我左边跟右边哪边可以告诉你行情？不知道。右边是不是可以告诉你应该逢高空？而且逢高空完之后，他告诉你做错了，请你要懂得回补。左边只会死凹活凹而已，只会继续凹单，凹到最后面，哇，看起来下不来了，这时候怎么办？只能停损出场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会赔110到160了。想了解的话，运用工具今天是安全下庄，昨天是赚86点，这样有 O 不 OK？ OK 吧，对不对？所以面对行情的话，江老师还是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操作，你怎么不顺的，江老师来告诉你哦，真的好好的运用，天然的雄鹤，肝胆的雄鹤啦，真的把 K 棒的颜色准备好。再把操作的周期给它固定，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三天建安老师不是跟学员吗？全部绑在大教室里面啊，然后操盘教室里面，看这个讯号做什么动作，看这个讯号做什么动作，每天不是这样子做。所以你想不想学习运用正确的方法，把握一个原则？成功交易的模式就是像童话故事一样啦，就是像龟兔赛跑一样，学习乌龟的精神，不要以为乌龟跑得很慢，好像很两光。我跟你讲，时间你看久了，我相信你看其他论坛，你看了一年两年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江老师好像很两光，但是为什么我还在电视台？就表示江老师的操作绩效是 OK 的嘛，因为我教的观念是对的嘛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你一定要学习乌龟，而不要去学习兔子，因为兔子跑太快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冒风险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当你操作失利的时候，就是欲速则不达，好好的想一下，江老师想的有没有道理？运用 K 棒的颜色做
就对了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做就对了。红的就请你做多，蓝的请你做空，黄的就逢高空，逢高逢低接，每天这样子操作不是很顺利吗？所以请你等一下广告时间，好好一些想一下金老师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，不要再惊了，好不好？唔好先细条诶，先细条通常拢是撩大条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等一下好好想一下金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哦？对。那今天剩的时间比较多，既然告诉我们一下啦，这个台指期结算完毕之后，到底法人会如何操作？那投资人操作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？好的，这时候来了哈，江老师跟大家讲，每一个月最重要的一个月用到一次的数字，对不对？十一月份的合约换在哪边？是换在这边8782，所以还是不是保持那个想法？如果真的站上去的时候稍微偏多思考，如果掉下来的话，就请你稍微偏空思考。这是十一月份的，不要被抄哦。你会发现这是十一月。你抄完之后说，正好是你的数字好像不对，不是不对，是你抄错了哈。所以十二月份合约多空双方的换仓成本到底换在哪边，你一定要知道。金老师还是跟你讲一下，你也唔知十二月份喝啊困好啊啦，好不好？困到双击了嘛，双击了就做嘛。过了元旦之后看会不会涨啊，不就这样啊，好不更好嘛哈？好，所以请你记得哈，今天这个数字很重要。好，第二个数字更重要了哈。金老师的看法是，多空交战的点位打在哪边，请你笔跟纸抄好，好不好？8919点，好，先容许姜老师卖个关子，最后五秒钟要告诉大家了。好，在这边呢、啊，姜老师有带来了哈，姜老师不会那么那个，所以还是要公布的。对，答案是8989点，盯那么久还到最后才出来，有没有很接近啊？有，对不对？很接近，什么意思？很接近十二月份的收盘价，因为十二月份的收盘是8991点，所以现在多空方双方打在这个地方，明天会不会表态？我不知道。姜老师不知道，因为今天才打了一天，所以姜老师的那个什么那个感觉还没有出来，除非他这边横盘两三天之后，姜老师才告诉他大家好。所以8989，请你把它抄起来。第三个关盘重点，今天现货谁买的？外资买的。所以外资的方向如果做出来的话，我认为不能当死多头，不能当死空头，该翻上去还是要翻上去哦，千万不要跟外资对坐，否则的话一嘎起来是很痛的哈、哦。所以请你记得这两个数字，你要记起来。对，谢谢姜，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。今天可以发现，外资在期货也好，现货也好，都是双双的大手笔买超。这个买超的力道能不能够延续下去，我们明天会持续为你来追踪。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。